講開驅魔，不如推介俾大家睇 Netflix 嘅一套紀錄片《Hostage to the Devil》。電影《驅魔人》可能大家都有睇過，佢嘅靈感咧就係嚟自呢一部紀錄片嘅主角愛爾蘭神父 Malachi Martin。紀錄片探討呢位驅魔神父備受爭議嘅事蹟。就佢哋都係用一啲嘅一啲十字架作為一個 symbol 啦，一啲聖經嘅經文啦，又或者一啲聖水啦，去到做呢個嘅驅魔嘅情況咯。咁我哋相對嚟講，我哋就會用嘅架撐會多啲啦。內容咁精彩，想睇埋落去，下載 OpenSky.tv 應用程式收睇完整版本啦。